Y es como la sanación. いや、こうならさなしやろ。ちゃんとね。いや、こうならさなしやろ。いや、こうならさなしやろ。光了三小摸嘞摸三小占了
才把自己弄死。靠靠！不，小小，这是怎样？默认大地是不是？三小，超三小。光啦，三小。
收过了。啊，关了关了，不是你们叫我叫的，鸡掰！什么西北哦，你娘的，叉叉小啊！刮啦啥小哇，钢铁人是不是？Unknown， 心中。啊是，我都 Q 是安怎啦？奇怪，卖 Q 卖 Q。喂，怎样？欸，你的那个鼠标为什么看不到？什么鼠标？你在拉东西的时候看不到你的鼠标。因为我没有解啊，怎么了吗？这样看很痛苦啊！要看到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看规格都有啊。你干嘛不解啊？你是可以把它关掉啊？可以啊，我想说我看规格没有好不好？我是看它没有我才把它弄掉的。有吧？有我看一下，他应该，因为他可能都很少用，他都另外一个萤幕才接不到啊。他这个玩游戏的萤幕他还接得到不是吗？啊，我没有双萤幕，我想就不要接，等下被人家看到我在偷拉东西。他那个是游标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 VOD。他的有吧？有，就你的没有，就你的最奇怪。可我的是特别，欸，为什么我把那个拉进去，那个什么 CRL 还是什么拉进去，它不会跑出来？那个要用那个抖内那些有的没的，不是要先下载 OBS 的那个吗 ？JLR 那个预设都有啦，新版的预设都有啦。有吗？是哦。然后看一下叫什么。是那个 B 开头那个吗？嗯，好像是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电脑快爆炸了。叫做 B 开头的。Browser source。哦，好好，那就好。所以 B 开头的。所以只要把那个退学俄勒斯的网址，对，放进去就好。还有 Opal。哦，好棒 ，Get 好厉害哦 ！Wow， amazing。等下是在骗我，那个去 YouTube 看一下就有了，击败新版就有了，想骗我是不是？还有我刚在那边用鬼波，还好我盖特指数，鸟废哦，啥怎样啦？哎、欸、啊，不能问一下、喔、你比较厉害，不是，你现在画质开多少啊？画质，对啊，看你那个草、喔。很低啊，不可能。这样，这个槽很鲜艳，是不是？我没有用你那个优化，你用一下。我又不会，我你又没有传给我，你都传给别人，然后都不传给我。我都直接丢到 RC 好不好？你都不会载。我载了也不会用啊。我又不会用。给你用看啊，我知不知道？会变比较顺吗？会比较不会那么卡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你这样还会卡、喔？这样我这样不会卡、啊，这样跟平常玩差不了多少啊。欸，你跳伞刚开伞的时候会累个吗？
不会，哎、欸，你说下来吗？还是在天空中飞？一开始下来的时候也是会啊，就是、开伞的时候、欸、还是我 FPS 会到三级，超奇怪。可是有些人说不会，我不会到那么低啊，没那么夸张。啊，废话，你的比我好啊。哎，别让我去呆哦，你爸那么有钱，妈的嘞，换一台。是啊，970跟1060是不会差太多，可是我觉得应该跟 CPU 有差。因为我 CPU 太废了，那就换第三代8700K 换下去，你可以边玩 PUBG 啊，边玩 PUBG 边煎蛋呐、啊，干啥回？八十几度应该可以，差不多了。对，天气冷还可以喝水来啉。哦，不过有人 CPU 比我烂，然后不会那个，我不知道是他感觉不出来还是没有色啊，反正算了啊。然后，可是我看你画面没有 middle 很顺诶、欸，很奇怪。他跟你都是770啊？他有用优化，我没有啊。怎么？确定？你确定是优化的问题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。看起来你的画面没有到，就是没有很平顺，没有到60。欸，你是卡在58、欸、我重新整理。会吗？我现在 FPS 七十几啊，才七十几哦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怎样？你是很高是不是啊？啊，当然是比你低啊，干1080都会卡了，你一张1060是要怎样？对对，那个1080的都能卡了。不知道是 AMD 的问题啊，真的不好说、啊。还有，我现在不敢帮人家给单子。不会啊，我弟问我要买什么书，买 AMD 啊，他去买了，好爽。没有啊 ，AMD 前对不对？他都没有开实况，他只是想玩一个好想玩游戏而已，那就用 AMD 就好了，没差。没有开实况，反而不要买 AMD。个鸡巴，那个其他那么贵，是没错啦，是偏贵啦。Intel 那么贵，狗才买 Intel。不是啊，就是看你要撑得久还是怎样啊？啊你现在，算了，我不要再重复了，一直讲。不会啊，不用。他上一台电脑也是 AMD 的那个啊。所以我想要翻翻。以前的 AMD 真的是蛮垃圾的。没有，哎、欸，他那上一台电脑大概4-5年前了，的 AMD 哎、欸，他玩的那么开心，再组一个新的 AMD， 他肯定是玩的更开心的。四五年前哎、欸，还是推土机忘了啊，反正那个真的很烂。不会啦，不要这样子说 AMD。价格那么低，是你要求这么多？不是，他新出了比旧的还烂，真的、哦。就他那个效能就，哎。那你还让龟狗煮？不是啦，我说那时候的、啊。你真惊？说那时候的啊，北齐哦，不要掉哦。现在当然比以前好啊。大概5年前吧，5年前他那个新出的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很烂。他就是那个时脉很高，可是效能超级烂。他那个架构的问题。KRC 啊，你要用你就用看。用什么？优化。啊，要放进资料夹，这样就好了。是啊，那你就备份一下啊。这么方便啊，改的好棒。
盖得好贴心哦，贴心的设计。吼吼。就大型妹呢，哇塞！那怎样？他发疯是不是？血牛。该死了没？死了哦！该搞趴，真惊！我那年他血牛哎。头盔是准备要打爆，垃圾。他有够硬。嘿咻！我只会上下压，其实它都有规律啊，只是你要先猜它是往左上还是往右上。欸，不过它龟狗都会蹲着打，欸，你会蹲着打，蹲着弹道好像比较不会那么飘。真的，我都没那个习惯去按蹲，因为我昨天去查，它那个有人有用一张图，好像蹲着就趴着是那个后坐力最小，然后蹲着是中，然后站着是最大。所以龟狗他有时候压枪他会蹲着，可是我没那个习惯就按了，你可以试试看。
完了，我要过去他那。干，我打到车子。一打一。一打一找不到人怎么办？抓到你了，小龟。